诸位长辈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这了凡四训课程呢，上一次啊是讲到的是改过之法。那了凡四训啊，四大部分。第一个是立命之学，人要能改变命运呢，首先呢，心量要大。所谓量大，福大。人的心呢，假如可以为天下苍生着想，他的命运一定改得非常快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改过之法，一个人真正肯去断恶修善，他会出现很多吉祥的预兆。上次我们有提到，他心神恬阔，智慧顿开，或除笼榻而触念皆通，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，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传方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罪灭之相也。所以一个人真正德行不断增长了，刚刚这一段呢，是在改过之法的最后的部分。很多人读完之后说，好像我都没有这些好的预兆呢。其实啊，不要刻意去求这些好的预兆。您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做梦啊，一觉到天亮啊，就是有福报的人。也很有可能呢，是因为你都依教奉行了，你本来信心就很足了，不用佛菩萨呢还刻意的要到梦里去给你摸摸头，所以也代表你很有信心，或者你是乖学生，就不用刻意啊给你 say hello 一下了。所以好学生，我们心里知道依教奉行就对了。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预兆啊，都是自己啊罪业消除的好结果。但是有这些好的征兆啊，好的祥瑞的时候呢，然不得咫尺之高，不能自己啊高兴了欢喜了。其实高兴也是烦恼啊，欢喜也是烦恼啊。因为你贪着这个高兴了，去给人家炫耀了，那就傲慢又起来哦，那这个烦恼就一个接一个了，那纵使是好预兆也会变成不好。好，包含这个觉得这个好预兆了，自己不可能再好好下功夫去提升了，志得意满的，这样也不理想。这里讲不可以画地自限。所以这些好的预兆也不放在心上。还是勇猛精进的就对了。接下来就举了一个古人改过啊非常好的榜样。他不止呢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的求进步，而且是没有自满，没有画地自限。这举的例子是春秋时候的一位贤德之人，瞿伯玉先生。说到呢，他20岁的时候已觉前日之非而进改之也。一个人可以觉察自己昨天之前的过失
这是代表呢，他不欺骗自己，自己有过失了，不肯承认了，那就变成自欺啊，进而又去欺人。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哀其实是欺骗自己了。比方说我们跟人在相处，在论一些事情，在争个对错，自己情绪也上来，火气也上来了，还继不继续争对错呢？火都已经上来了，自己对还是错啊？自己已经错了，还要去跟人家争对错？哦，所以能觉自己啊，前日之非，甚至是前一句话之非，前一念之非啊，都要不自欺的人才做得到。哦，就像今天我的过失啊非常多。举一个例子。比方刚好我今天在下课时间，我后面呢坐了一位长者一位女士。她突然呢走到我身边来。其实啊我看她的表情是已经啊好像鼓起勇气啊才来跟我讲话的。我曾经听一个小孩啊好像是9岁吧。那个孩子说要跟我讲话以前呢必须深呼吸3次。我就反省，我看起来挺恐怖的啊，人家跟我讲话，小孩都吓得要深呼吸3次才敢跟我讲话。其实儒家常说啊，中恕之道。这个恕就是时时能够设身处地。比方说我们做领导工作啊，下属要给我们提意见，其实他都要深呼吸几次呵呵才来跟我们讲。所以其实假如能体会到这一点，应该在听下属给我们提意见的时候，是佩服他的正直勇气，然后感谢他对我们的护念，就很容易能接受底下人给我们提意见的。好，所以我看到这个长者啊，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还有点紧张。然后说，蔡老师，这几天我坐在你后面，我观察到了你的两只脚张得很开。其实你看哦，当他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我是觉还是迷，自己能不能分辨到。我马上接着一句话说，我从小哦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可是我这句话讲出来呢，我就感觉我的念头不对了。其实实实在在讲，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段话？他关心我嘛。我不就马上接受他的关心，我的福报不就进来了？我还动其他的念头，还要解释一番。我从小了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其实你一个接一个，我不得已的，不还是在找借口？只要人家肯给你方法，你肯真做了，你不找借口，你就进步了。我们要赶快念头止住，不再解释。听这个长者讲，果然送我一个法宝。他送我一条绳子。然后可以把我两只脚绑起来。这样我的脚就不会开了，这样就有调整我两只脚的作用。我是被医生诊断为青蛙腿。这是结果吧？怎么原因是什么？体质不好。
哦，缺乏运动，你改善体质就好了吧？啊、哦，结果这个绳子确实好用啊！我刚刚回去马上就用了啊！不止平常上课的时候可以用，尤其睡觉的时候，因为睡觉的时间蛮长的，六个小时、七个小时，你想两只脚都是比较开啊，青蛙腿嘛，开的，你把它绑起来。哦，那这个慢慢这个就调整过来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念头不对了，得觉照啊。啊，觉照是什么呢？是知过，还不是改呢。知了以后啊，还要悔过呢，啊，忏悔啊，然后再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把它改过来，才是改过。所以他能觉察前日之非啊，而且更让人佩服的是静改之也，下定决心去改。诶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经句的时候就想了，诶，我也想改啊，啊，为什么不能静改之也？有心要改啊，但是恒心不够，决心不足，你下定决心又有恒心了，一定改得了。可是为什么恒心不足呢？哦，那是随顺自己的习气比较强，哦，愿力不够，使命感不够。哦，你比方，我要光宗耀祖，不能给老祖宗丢脸，那我们就有动力，一定要不断的改过提升自己啊。比方我们要报孔子之恩，报圣贤之恩，那你就会下定决心去改它了。哦，那我们得过且过了，苟且了，那就很难改了。哦，所以人他的动力在哪？知恩、感恩、报恩，报父母恩、报师长恩、报祖先恩、报圣贤恩。所以真正惜缘的人，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不多啊，他是真正发自内心珍惜感恩，他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了。修行啊，应该是得日进，过日少啊，应该是愿心不断提升啊，这个才是在一个修道的状态啊，不能懈怠，不能退缩，哦，不能不勇猛，哦，修身呢，从根本修就是从心地修，这个心态，哦，只要有一个态度退了，所有的态度都退了，哎，谦卑退了，其他的都退了，哎，细心设身处地退了，那基本上所有的正确的心态可能都会跟着退哦。啊，利众的心退了，诶，可是变谦卑了，不大可能。啊，一退一切退啊，一增一切增啊。啊，所以从心地上呢去关照自己啊，就不容易自欺。接着呢，经文提到啊，至21岁乃至前之所改未敬也。这瞿伯玉先生呢，他尽心尽力改过，可是他到21岁的时候啊，又觉得20岁呢改得不彻底。其实改过的过程呢，可能我们行为没有了，但念头还有。啊，这个念头呢又有粗有细哦。哦，所以古人提醒我们了，细行不精，终累大德。我们很细微的不好的行为，甚至是不好的念头，都没有去谨慎去调伏对治，慢慢的它会障碍我们的德行。哦，从我们的俚语里面，哦，比方说小时偷针，
他大石就脱筋了。哦，闽南话讲说，细汉头板补，大汉你的头砍骨。你这不好的行为，哪怕再小，你不好好去改，它慢慢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哦，好。哦，所以这个乃至前之所改未敬也。哦，那过不怕，只要肯改啊，就能慢慢的对治起来了。哦，而且这改过要很有耐性。哦，我们有时候自己啊，在改过过程会有进进退退啊，最后没耐性啊，还跟自己生气啊，就没有必要。即22岁啊，回视21岁，犹在梦中。他22岁还是察觉自己21岁还是有很多过失。这个梦中好像呢，觉得自己啊虚度了光阴了。哦。然后没有让自己呢保持很清楚觉照自己的错误。哦，所以这样子一年接着一年呢，岁复一岁，地地改之，啊，他逐步的在自己的习气当中啊下功夫，啊，行年五十啊，而犹知四十九岁之非，到了五十岁了，依然还是能够啊自省到自己四十九岁之前的过失，啊，所以这里提的是每一年的反省改过。所以年年改之啊，月月改之，日日改之，时时改之啊，最后要练到念念改之，念头不对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就把它改过来。好，所以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好，古人在求学问呢，啊，他改过的态度下的功夫啊，都是到这样的地步。哦，那我们看到古代的圣贤人是这么下功夫，而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好哦。我们假如不用这种功夫啊，那这一生要成就啊，就大难喽。哦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勇猛啊，要大过古人，因为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好。他们的环境没有我们诱惑大，那我们下的功夫不可以输给他们哦。哦，好。啊，接着啊，了凡先生讲到，啊，吾辈生为凡流，啊，我们都是属于啊，啊，凡夫俗子。都还没有契入啊圣贤的境界。哦，当然吾辈生为凡流啊，这一句话主要的精神啊，是让我们有自知之明。哎，我现在的程度是这样，我必须看清楚才肯下功夫。这一句话不是说气馁哦，啊，不是否定自己，不是。这个是自知之明，哦，而凡流我们很冷静的来关照自己了，应该是过恶未及，啊，我们所犯的过错啊，甚至是一天的过错啊，就像刺猬啊，刺猬身上很多刺啊，它的刺数不完。那个过失就好像刺猬的刺啊，数目很多。虽然过错很多啊，但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出而掩抑也。但是回想自己的过往，却好像都想不到自己有哪些错误的言行。甚至错误的念头，为什么都想不到、关照不到呢？心出而掩抑，啊，就是自己呀，太粗心了，
欲望太多啊，欲令自迷啊，自己没有去观照觉照，那这个心出了就好像看不到了，体会不到了，眼翳呢就眼睛好像长了眼病了，被障住了，都观察不到，问题过失了。那当然这一句呢，我们假如也有这个感觉，那得要突破，因为不改过啊，那这个罪业造的越多啊，习气越严重啊，那就糟蹋了自己啊，然后糟蹋了光阴了。而且人要改过啊，年龄越大要改越困难，因为那些习惯呢就更严重了。所以人要改过，要提升自己啊，要趁年轻，要趁身体好的时候下功夫。你看假如身体不好了才要来用功精进哦。你比方要来读经哦，可能读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体力就不行了，就打瞌睡了。所以精进要趁早。而假如我们察觉自己啊关照不到自己的过失，一定要主动的找方法来克服了。比方多读经典呢，对照自己。比方见人善即思起，见人恶即内省。你从他人的过失当中马上再回过头来反省，我有没有跟他同样的过错？哇，那你只要一见到别人的善，就问自己，我有没有效法？见到别人的恶，马上反省，那每一天效法的心、反省的心都能保持啊，慢慢就能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了。那当然，这些观照啊，要变成习惯，要养成习惯，所以早晚课不能断，早上提醒自己，晚上反省自己，从经典当中提醒跟反省。然后呢，奉行弟子规说的，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质量是见相亲，自己很真诚的跟身边的同参道友表达希望他们呢能帮助自己，发觉自己有不对的地方请他们给我们指出来。当然人家一提醒我们了，那我们要用一种欢喜心去接受，感恩心去感谢那人家就更愿意提醒我们这个很重要哦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好，那尤其有家庭的人呢，我们想一想呢，看到我们问题的，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是吧？因为他们跟我们最近啊，我们每天所言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最清楚。所以今天回去跟另外一半先鞠一个躬。然后跟你的另外一半讲我不想蹉跎光阴。我不想呢这一生白白的就这样过去。我要好好的用这一生呢成就我自己的德行。我要给孩子做好榜样。所以以后我有什么错误呢请你给我指出来。然后再给他鞠一个躬。OK? 看大家的表情有点困难。告诉大家改过是痛苦的。
大家现在的感受是正常的。改过啊，做一个比喻啊，就好像呢要给你撕一层皮下来，痛不痛？当然痛了。可是撕下来以后哦，你就快乐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被这个欲望给你控制住了，你就越来越快乐自在了。所以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时是时时去依教奉行，那个习就是去做了。你看那个习字上面一个羽毛的羽，下面一个白，那个字啊，会意字，代表什么呢？鸟那个羽毛嘛，鸟不是把双翅展开来吗？所以它要为会飞，不是它生下来就会飞了。它一定要透过好多练习，可能撞了好几次它就飞起来了，是吧？可是它一举起它的翅膀，它这个洁白的这个肚子的羽毛就露出来了，所以才有一个白在底下。你们没有看过鸟飞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不能怪大家。我现在觉得哦，这个术道很难。我为什么在叙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觉得哎很自然呢？可是我看你们的表情不自然呢。不是你们的问题，告诉大家，所有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当我们觉得别人不正常的时候，是自己不正常。真的。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。这句话很有人生智慧。比方说我就举刚刚的情况。我说这个双翅展开来的时候，就看到白白的肚皮了。底下很多人没有反应了，没有反应的人绝对是对的。我在那里，哎，你怎么没反应呢？我这个念头是错的，所以我马上想到呢，因为我小时候养鸽子嘛，那我就看到那个小鸽子在那里要练飞啊，而且不是他妈陪他的，是我陪他，所以。他那个动作一起来，这个肚皮一露出来，我就很容易了解那个情境嘛。但是可能你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并没有这个体会嘛。所以你看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的也是错的。对呀，明明就是这样啊，你们怎么没反应？你看自己都没有一个术道去体会别人。所以这一个术道啊，坦白讲，最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术道，一直在犯这个错。我前不久啊，就感觉呢，还有几个朋友啊，他们因为人家讲的一句话，他们很难过，有的人两三年啊，都缓不过劲来。我听他们在那里讲他们那个伤心事哦，哎，真的讲到那句话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然后我在那里听，虽然装得很认真听，心里面想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看树道没有了，有树道应该陪着他流眼泪啊。感同身受，所以知道跟悟道跟做到跟得到不一样的境界，看起来好像知了，其实体会不深。结果突然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给我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当场讲了，我只知道，哎，有点不舒服。结果当天晚上睡觉，那句话就一直来呢，然后我在那转啊，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呢。终于感觉到什么叫心痛。结果两天都睡不着觉。
我突然想起这些跟我分享，听人家一句话让他好几年很痛苦，我突然看到他们的时候多了一些慈悲心。所以人真的要透过一些体会啊，自己的心境才能有所提升。可是我在那里两天睡不着觉了，我突然起个念头，我还要继续睡不着觉吗？不行了，你看看平常讲课给大家听，讲得很轻松啊，大家要记住哦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一念之间就把它转过来。结果自己两天睡不着觉，转啊，转不过来了。所以这个我在台上就分享课程哦，我感觉 very dangerous， 都一直讲给别人听啊，好像都讲得很轻松啊，慢慢都觉得好像这些道理都很简单，事实上自己都没有做到。所以我一直在看不自欺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突然提起这个念头，那不能再让这个烦恼痛苦继续相续下去。突然赶快转念了。我说让人家讲这么刻薄的话哦，一定是我把他逼到啊，他不得不讲这句话了。是吧？那还是我逼他的哦。所以别人错的。哦，不要太激动。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哦。我假如不逼他，逼到这个样子，他能讲这个话吗？这么一转，是自己错了，就不是看他错了啊。好了，可以睡了，是吧？你说想一想，真的也没有做太过分的事啊，他怎么对我这么狠？啊，又想起佛陀讲的。你这一辈子找不到原因哦，铁定有原因嘛，上辈子嘛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哎呀，那我前辈子也是这么狠对他，他今天才会这样对我啊。啊，那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可是源头还是我先对不起他的，我不能再跟他冤冤相报，两个人一起去地狱报道。那是太愚痴了。这一生呢，转这个冤亲平等。转这个冤呢为法眷为亲才行。所以您看佛陀给我们的教诲，冤亲平等把什么摆前面？冤呢。身佛不恶。我们平等恭敬的心啊，在这句话看到了，身佛不恶，把众生摆前面的，佛摆后面的，您看那种谦卑恭敬。好，我再转这些念头啊。所以告诉大家，烦恼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都把它当真，就两天睡不着。你把它一转，你这个苦就放下了。乐就得到了。后来我又起一个念头啊，我不止呢，不会啊，看到他难过，我再看到他，对他肃然起敬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起了什么念头呢？就是啊，他的一句话呢，让我痛苦，代表什么？我的我执非常非常重。假如我没有我了，怎么会有这个痛苦呢？啊，我执重到什么程度？一句话可以让我两天睡不着，真严重。而且我出来跟大家交流传统文化九年了呢，得到的掌声这么多啊，我已经在掌声当中迷失掉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了呢。人家一句话就让我趴倒了呢。就让我没有办法转了，那怎么有功夫呢？哦，所以他一句话让我看清自己，救了我的慧命啊！我不能再活得糊里糊涂了，赶紧
要好好的再下功夫啊，念念为人啊，不能在我执越来越重了。所以他是我的贵人啊，其他人的掌声鼓励我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，他一句话就让我清清楚楚了。所以您看呢，从苦啊一转就变成乐了。那还有也要反省自己哦，啊，我自己有没有曾经讲过让人家睡不着觉的话？诸位长辈朋友，我假如曾经讲过哪一句话让你睡不着觉哦，下课你要告诉我，我要给你忏悔，是吧？啊，要改哦，哎，随缘消旧业哦，不能再造新殃哦，哦，不能再跟人家过不去了。哎，这个都是树道哦，你自己感觉到苦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你不能再给人家这些痛苦了。好，所以现在觉得这个树不容易，包含没结婚的人能不能体会人家结婚的酸甜苦辣，没当过父亲的人能不能体会人家父亲半夜起来的心情，都不知道哦。啊，你没陪过太太怀孕的过程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丈夫晚上是怎么过的？是不是？对呀。啊，你假如有一个同事哦，刚好他刚当爸了，啊，或者是他太太怀孕了，晚上睡不好觉了。然后他上班的时候在那里打瞌睡，你会不会笑他？你会不会批评他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体恤他，哎呀辛苦了，哎，这些工作我帮你做一点。你假如没有当过这爸啦，或者没有这些生命经验呢，可能的指责就来了呢。一指责了他更难过，因为你不理解他。可是你能设身处地了，你能体恤他了，哇，那整个团队都是互相帮助，互相关怀，互相体谅，那个力量很大的。那大家想一想哦，是指责的团体氛围好，还是互相设身处地体谅的氛围好？设身处地吧。那请问大家，这两个团队，同样一个团体哦，假如这两个不同的风气，请问大家，整个力量会差几倍？同一个团体哦，所以态度非常重要，尤其领导者啊，一定要带动这个风气。所以领导者的一个心态影响的太大了，大道之行也。天下为公，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在尧舜时代才看得到哦。人一发大心的时候都做得到，选贤举能哦。就像尧帝那时候要传给舜帝啊，找了几十年啊，最后才拍板呢。考验大舜28年呢，观察他确实不错，而且尧帝哦。还确实是不简单，两个女儿都嫁给大舜，啊，9个孩子哦，去帮大舜干事情哦，啊，他在外的行为跟在家里的行为，尧帝一清二楚哦。为了什么？为了给天下人选一个最好的领导者，啊，这个用心良苦。所以一个领导者，我们。在一个领导的地位，首先呢，啊，一定是团体的支持，我们对得起他们的支持，啊，再来呢，很可能是国家的信任，大众的信任，啊，甚至是师长的信任，啊，那我们更应该要对得起这所有的信任，啊，在这个领导的位置啊，一定要带好风气。
所以李炳南老师有三句话对于整个团体的风气是非常精辟的教诲。见人友善，不嫉妒，要随喜。每个人都随喜，见人但及时起了，哇，那大家都看每个人的善，就去效法去学习，大家得日进过日少。可是一个领导者假如见人友善，没有去随喜，没有去效法，变成嫉妒甚至排挤他，哇，那这个团体就风气就整个就扭曲掉了。一个是兴，一个是衰哦，一念之间差别很大。见人有恶不批评，要规劝或守默。守默就是说他还没有信任我们，我们不要急着劝他，自己做好了，对方信任了再来劝。第三呢，见人错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既然已经造成了，我们再发脾气再指责也没有帮助，那变成随顺嗔恨心了，那是愚痴的，不理智了。所以见人错事不指责，要先协助。犯错的人其实他也很自责，这个时候你只是尽力的去协助他善后，他反而更觉得不好意思，更觉得忏悔。然后因为你又协助他，大家又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讨论，大家就在这个事情当中得到智慧，得到提升。所以这些风气都在领导者的心念。所以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树道的精神从我们领导者身上去做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讲到的。我们假如不能察觉自己的过失的时候，得要用种种方法来让自己自过。接着呢，了凡先生提到了，人假如过失罪业太多了，也会有一些征兆。其实看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也是了凡先生他的一个慈悲，他希望透过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些警觉。假如有这些现象了，人一有警觉了，他才不会继续退步。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过失罪业比较深重的人，亦有效验，也会有种种迹象显现出来，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。他整个精神状态啊比较昏沉健忘啊，心神不宁。好，所以常常什么事好像一下就忘记了，那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心啊能够平静下来，不要让这些妄想继续纷飞了。妄想越多啊，人的记忆力确实会衰退。那当然这就不能让这个情况继续恶化下去。怎么办呢？定下来读经听经，让自己的心先定下来，就不会再恶化。真的还是有健忘现象，要赶紧把它写下来，有一个日志本，就不会东忘西忘。而且你今天你答应别人事又忘记，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，你会越来越沮丧自责。所以也要透过一些工具把这些情况可以克服。除了自己写，身边的人你再嘱咐他提醒你，就不会再失信于人。或无事而常烦恼，还没什么事啊，突然就觉得很郁闷很忧愁，
当然这些情况啊，只要精进用功都可以克服。或见君子而懒然消沮，见到君子有德行的人反而觉得呢脸红，不好意思，不敢见。应该是见到有德的君子欢喜，主动去请教，这个态度才对。你见到有德的君子反而不愿意去清静了，这个就有点了自暴自弃的态度了。这个是对自己起疑心了。所以人对身心啊有五种毒害很厉害，叫贪嗔痴慢疑。这个对自己起疑心啊也是很大的毒害。赶快转念啊，勿自暴，勿自弃，圣与贤可循之。或闻正论而不乐，听到一些好的教诲道理啊反而心里不欢喜，这个都是有反常的情况了。或施惠而人反怨，你去帮助别人，给别人恩惠啊，别人反而不领情啊，还怨你骂你。哎，你真的遇到这个现象了，不要气馁啊，更再接再厉啊，那可能是我这些罪业啊积得太厚了。不否定自己去帮别人哦。你去帮别人就是好像一个善的种子种下去，迟早会有善果。你不能因为你去帮那个人，那个人反而怨你，你说啊就不要做善事了。那这个就是不明理咯，不理智咯。对的还是要坚持去做。但是别人不好的态度回来，更反省更下功夫，一定可以扭转。或夜梦颠倒，夜里做梦啊，颠三倒四的啊，那起了很多不好的邪念，这个都要反省。古代有个读书人叫杨柱，他半夜梦到自己呢到李子园，给人家摘了两颗李子吃。啊，诸位长辈朋友，您假如做梦梦到给人家摘两颗水果，醒过来我们会怎么想？哎呦，李子挺甜的哈、哦。但这杨柱啊，他说我在梦里居然偷拿人家的李子，这是我白天哦义跟利分不清楚，怎么可以不义之利去拿嘞？不对，所以是我白天功夫不够，所以处罚自己面壁思过啊，几天没吃饭。古人改过是这个态度啊。所以梦里颠三倒四啊，就提醒我们功夫还差得远，要更下功夫啊。所以古人有一段提醒啊，一个人的道力啊，道心道力啊，静中有十分，你平常没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你十分的修养功夫啊，动中才有一分。你平常听经读经啊，感觉良好，心里很平静，突然有一件棘手的事情出来了，动中剩一分而已。那动中有十分功夫啊，梦中才一分功夫，梦中有十分功夫啊，临终的时候才有一分功夫。所以从这一段话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平常的功夫啊，在快断气以前只剩多少？千分之一有。那假如平常啊，念头都扶不住啊，那临终这个正念要提得起来很难哦。
所以欧阳修先生那是大儒哦。他曾经问一个大修行人，说到欧阳修离我们已经八九百年了，他修养也是很不错，他就问这个大修行人，这个古人啊，修行功夫很高，常常有就坐着生死自在就走了，功夫这么高，现在的人怎么都达不到？这是宋朝问的问题。结果这个大修行人说的，古人念念在定境当中，他这个定境是时时保持的，没有一刻离开的，所以临终怎么会乱呢？可是现在的人念念都在散乱，那临终怎么会得定呢？我们现在念正念就保持不了，那临终更保证不了了。欧阳修听到这位大修行人的话，他是一个大文豪啊，听着不知不觉啊，双膝就跪下去顶礼了，佩服他的教诲啊。当然也是对自己的提醒特别的深刻啊。所以古人很关照自己的念头，哪怕是在梦中都不苟且。甚则妄言失志，更有严重的呢，自己就讲一些摔伤的话了。其实大家冷静想想啊，我们一讲出这些摔伤话了、失志的话了，一讲出来不止伤了自己，还伤了谁啊？你身边这些最亲的人一听你讲，他不就替你紧张替你难过了吗？这不自爱啊，又不爱身边的人。不能讲这些失智的话。要自己要自立自强，百折不挠，要培养出这样的态度。所以这一些都是作孽之相，可能造作一些罪业产生的这些不好的征兆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我这一生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怎么我人生不如意是这么多？所以人在修行的路上啊，首先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，叫深信因果，不能侥幸，而不能这个怀疑因果这个真理，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偶然的。这一生做得挺不错的，还是遇到不如意事，那铁定啊，那是上辈子还是有做不好。不能怀疑真理，不能怀疑因果道理啊！一怀疑了，这个疑啊，就可能造成我们否定所有的真相了，那会兵败如山倒嘞。所以玄奘大师啊，让我们非常佩服。他一生翻译经典，那经历的苦难呢、啊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，那用九死一生没有办法形容，还形容不到位了。到西域去把经典取回来，那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而且回来之后又真是鞠躬尽瘁了，几十年翻译了最多的经典，造福后世了。结果他晚年生病，一辈子都为正法奉献心力啊，怎么晚年临终的时候生了病？结果老人家一起念头是什么？是不是我把经典翻错了，我才会有这个结果？
所以他始终相信经典，相信真理。哎，我有这个果，可不要是我把经典犯错了。后来感应啊，人感应呢告诉他啊，他都没有犯错，这是他过去生的业力啊，重罪轻报。所以玄奘大师那一念呢，真是让我们感佩，干了一辈子的好事，没有求一个好的果报，还是时时反思自己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。哎，好，所以接着经文讲啊，果一类齿，假如呢上述的状况我们有一条有的话，急需奋发，要更下功夫啊，奋发图强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舍旧图新，一定要放下错误的烦恼习气，坏习惯，然后改过自新，图新，信物自物，决定了不能糟蹋了这一生，闻圣教的机缘而误了自己，信物自物。好，这个也这一段话呢，了凡先生呢对我们这一生修道的一份护念的心，希望能提醒到我们。好，接着呢我们来看呢了凡四训的第三个大部分，积善之方，能断恶，紧接着要更积极的来修善积善。其实人在行善的时候啊，也是在放下习性的过程，所以帮助别人呢其实就是帮助自己了。我们在为别人想的时候啊，最严重的自私自利慢慢就淡了。所以利人其实最大的收获是自己。自己的德行提升了，自己的福报增加了。所以感谢别人呢，感谢因缘让我们有这个福慧双修的机会。哎，经文一开始就讲，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积厚德的家族啊，一定可以啊福佑他的后代子孙。这个在历史当中啊，太多家族给我们证明啊，孔子的后代、范仲淹的后代、林则徐先生的后代、曾国藩先生的后代，他们孔子有几千年了，这些圣哲人都有几百年，家道都还不衰。可是我们看眼前，假如没有积善的状况，富不过几代，不是以前人说三代了，我看现在是富不过一代。实实在在讲了，现在说富不过一代啊，已经不客观了。现在应该说富不过十年，不过二十年了。我们就看一个数字就好了，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 2.9 年，那是老板呢， 2.9 年他就更更就下来了。所以富都很难保持啊，因为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呢，没有从小教起，所以反而福报一来哦，变成他家庭人生的灾难，他就开始挥霍啊，骄奢淫逸，这个家就败掉了。所以子孙虽愚啊，经书不可不读。子孙只要不明理，这个家道一定败，你留多少钱都没有用。好，所以这些积善之家最可贵的就是把德行风范留给后代，代代效法。
所以看到这一个经句哦，我们得问自己哦，我们有哪一些好德行啊？现在子孙在效法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真正对子孙最大的利益了。接着举的历史当中的例子啊，来证明这个道理。昔严氏将以女弃叔梁河，而立述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在春秋时候呢，严襄先生啊，将要把女儿啊颜真在女氏嫁给孔子的父亲啊叔梁河先生之前，立述其祖宗积德之长。这个颜襄先生哦，先去调查叔梁河先生他的祖先的情况，了解到他祖上有很多圣贤人，知道他这个家族以后一定会兴旺，会出圣贤的后代。哦，这一段话哦很重要哦，告诉我们怎么找亲家。哎，你真的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其实女怕嫁错郎这一句你再延伸开来，不止女人怕嫁错先生，你女儿嫁错人哦，你这一辈子也是担心受怕而已啦，是吧？对呀，所以结婚不是两个人的大事啊，是两个家族的大事。可是你看现在的人有没有像这个严襄先生这么严谨，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明真理啊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不是调查他上面有没有圣贤人，是先调查对方一个月薪水有多少钱。你不调查德行，你调查钱，那麻烦了。你看的都是枝末，没有看根本，最后是本末倒置哦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啊。所以看到他的祖上这么多圣哲人呢，他可以推断得出来，他子孙必有圣贤，必能家族兴旺。所以印光大师啊，有跟我们提到呢，求子三要。你要求一个圣贤孩子不难，只要做到了一定求得到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件事一定要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求到好儿子，以后一定可以弘扬中华文化。现在弘扬传统文化最缺的就是人，所以你们假如求到一个了，就多生几个啊，多多益善。第一呢，敦伦积德，你有厚德才能感好的子孙呢，以利福积。第二，保身节欲，夫妻整个身心状态要非常好，要节制欲望，夫妻的身体好，孩子先天的体质就好，以培先天。胎幼善交，孩子出来之后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这小时候的父母给他的身教言教很重要，以免随流，不会随着不好的社会风气而堕落。他基础立稳了，根深蒂固啊，他就不容易动摇。肯照着做的，他的家庭一定有大福报。所以接着又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确实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孔子称舜之大孝，二十四孝啊，舜是为首，他是至孝的圣人，父母
伤害他，他完全呢不见父母过，反而都觉得还是自己做的不好。所以自孝恢复了智慧德行，还感得了大福报。所以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。他当了天子，他去祭祀自己的祖先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以显祖宗。所以宗庙享之。而且他不止啊让祖宗光荣，他的圣德啊也让后代子孙时时祭祀他，怀念他，效法他。接着说子孙保之，保持他的孝的德行，他的这些风范。所以皆至论也，孔子都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是以往事增之。接着了凡先生确实是苦口婆心啊，又举一些具体而且是以当时候他的孩子熟悉的人来给他举例子，不然他儿子都觉得啊，那都是古人了，现代还是这样吗？而举的这些例子啊，让我们更有信心，确实善有善报。首先一开始提的杨少师荣建宁人，是以嫉妒为生。少师啊是太子的老师啊，三少之一，他是福建建宁啊，就是建瓯这个地方的人。他的祖上几代人呢都是摆渡啊，划船在大溪上啊摆渡啊谋生。结果刚好遇到呢连连下雨，久雨溪涨，就把溪水泛滥了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把这些老百姓的房子都冲毁掉了。溺死者顺流而下，溺死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，就顺着这个河流啊，这个尸体都漂流着。他州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。我们读到这里那脑海里都浮现景象看到那个尸体这样流啊，你看他的家人会多么哀悼。假如真的飘了找不到啊，那他的家人会多么的遗憾啊，那一感同身受了，能救多少，能捞多少捞多少捞多少，甚至还有活命的人呢，就赶紧要把他捞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景象啊，都会被这个精神所感动。唯有救人，心里完全没有看到那些价值的东西，贵重的东西，没看到那些东西。乡人吃其鱼，他同乡的人就觉得哎呀，那么多金银财宝你都不去捞，就捞尸体，都没有这个发财的机会，你都把它放过了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乡人吃其鱼啊，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社会哦，你要做好事哦，都会遇到乡人吃其鱼哦。在这个功利时代啊，人家会觉得他有问题哦。可是哦，没关系，被人家笑没关系，笑久了哦，他笑越久，以后感动越久。真的，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啊。他笑笑笑到最后看到还是真的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一样强所以不用怕人家笑，笑越大声越好，只要你能坚持，迟早感动他。
包含我们台湾更新联院啊，两位女老师一辈子20多年都投身在教育，而且是看到那些三重的孩子家里没钱，然后孩子父母不在，有在街头流浪，没饭吃没书读，很容易堕落，没有亲戚关系啊，不认识的人的孩子把他们找来教他们，发了一个愿，三重是出流氓的地方，他说要把三重变成出圣贤的地方，哇，让我们很感佩啊。那个本来反对他们的女士最后被他们感动了，一大早就起来帮他们的餐厅摘菜呢。啊，因为这个餐厅就变成了他整个社区的餐厅。啊，很多社区的人失业了，3个月5个月没薪水啊，没钱吃饭啊，带着孩子每顿都来这里吃啊，这一家人啊。后来找到工作了，第一份薪水全部捐给联院。啊，你爱人者人很爱之嘛。我最近啊也遇到很多啊让我非常感佩的人，其中我遇到大陆啊河南省海口周口市电视台王台长，真的我相信很多人骂他傻瓜，他的电视台绝不播放说谎的广告，他说光是医药的广告他那些是夸大的，他不挂这些广告一年损失几百万，但是这种昧着良心的钱他一毛都不赚啊！我听了之后我头皮发麻，真是佩服。然后呢他都播符合伦理道德的节目，而且一心为广大的农民谋福利，农民有任何需要打电话到他电视台，他派专家去辅导他。一开始人家觉得不可能啊，哪有打一通电话电视台就派专家来帮助你，后来真干，哇，现在广大老百姓对他非常信任。大家知道吗，周口市一年的粮食生产可以让全中国吃半个月，一年生产多少粮食，150亿斤的粮食，中国的谷仓啊。可是这一个台长他有一个乡村服务队，就是派出2个队伍专门在服务农民，造福于农民。你看这样的电视台办起来了，给全世界最好的榜样呢！你为良心做事，为改善社会良善风气而做，还是有人会支持，不会倒的。结果他说啊，往往在很困难的时候，就会突然支持的力量就出现了。好，啊，所以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结果待少师复生家建狱，等到杨荣先生的父亲出生了，家庭的经济情况啊慢慢转好了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有神仙呢化为一个修道的人啊，谕之曰：汝祖父有因功，子孙当贵显，遗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金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这个道人告诉他，你的曾祖祖父啊积了很厚的阴德，他的后代子孙呢、啊、有大福报，都要荣显了，然后把他葬在某地，就是当地很出名的白兔坟。
后来呢，他父亲升了少师，20岁啊就考上进士，而且啊位置三公，那三公就是都是皇帝的老师啊，那是最高的官位了，而且加曾祖祖父如其官，封他的曾祖跟祖父一样是三公的官。您看哦，他曾祖祖父哦，几十年前做的阴德哦，最后还是封了三公的官呢。哦，所以种瓜一定得瓜啊，该是我们的福报啊，决定跑不掉啊。所以子孙贵盛啊，至今尚多贤者，他的后代子孙非常兴旺，而且几百年后啊，现在他的子孙还有很多圣贤人。所以古今啊，古今啊来啊，许多世家无非积德，所有留在历史当中的这些兴盛的家族啊，都是靠积德成就的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